这集的视频太长了，一集搞不完呀。该吃了啊！好，该吃了，该吃了。这海片好不好看？好看。是芝麻酱。啥点都有，明天上午吃哪个？你这是。咱俩哥们回家。关注一下，越学越好，越学越好。火龙果，这是转着吃的，不是咸的，弄是咸的，给捏了个点盐吧，小杨。啊，这就是蘸着吃的。哎呦，三针没跳嘞！转动好吃啊！咱们搁大盆里一炒一下都到这儿。炸不中嘞！就那。哎呦喂，稍等哈。嗯，俺这调料皮比较繁琐啊，其实我这料配的还不是太齐。绿豆芽、面筋、黄瓜、芝麻酱、辣椒油，这是白口，还有砂仁、花椒水，这是蒜丝，这是味精，准备盐。再给我点儿，你随便喝。咋回事？调调味了，快着了。加点蒜汁儿，芝麻酱。这全没熟，找你先吃。你别要口水流出来了。我这是我这试吃的，一般好吃不好吃，先让我试一下。你都没搅匀。中可香了，好味儿的，好难买面，面我都买的，吃多少块儿不是？大大小大，大小大，有东西了，看着好看的，水的，好，水的挺好，时间倒一半还没倒。好，翻翻呀，他。来。我起来。好。结果还是我的单。不签不签，来，这吃了就可以再跳。哦，吃了吃了。来，抓住抓住。抓住抓住。我抓住你了啊！你啥？好。好。喝喝喝。水。喝喝喝。好。好。你尝尝，好吃吧？好带劲。美的很，真好吃，好吃。嗯，好吃好吃，很好吃。不弄个呀，还吃上怎么样？好吃比也卖的好吃。卖还不舍得长针线的。今年啊，今年第一次凉皮儿。他不给你挑真大的管，专门买个大黄瓜叶子。嗯，再来五瓶，再来我尝，再来我薯片，哎，呀，还有芥末，
你还有奖啊？再送两杯不是？再送一吨。一吨。这是热皮儿，现蒸热的。凉皮儿配扣肉，越吃越好喝。你吃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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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好吃，好嘛这。我想让他不吃，耶，还吃的老红的这会儿。还吃这的？这比那外边凉皮好吃。嗯。我最少十来块钱。一碗汤两碗。嗯。哎，好玩呢，又不来，俺要倒倒溜讲讲。哎，就是俺倒溜。嗯，这水喝着还好。嗯，这哪个店能弄个门？你找不着。有啥吃的呢？两块钱一盘啊。那先给弄鱼鱼呀，先鱼了，从外。咱俩都成西餐。叔叔喝的，两块。好吃好喝的。好了，喝醉了啊。等到给弄鱼鱼，鱼鱼才啥用？一碗都多了，好吃不好吃？啊，就是。来来来来来，走，看来谁来？谁吃谁先？俺马上说，你最看远弄远在，谁吃谁去？啊，越拉嘞，晚嘞，是吧？晚就是晚，没办法。哎呦呦呦呦！他真混蛋了，他真。你家主。